善哉，此际缘，烟波花阳春，心观菩萨道西山无缘尽。民国88年，庄奴老师到花莲拜访镇岩上人时，上人提及希望在慈济30周年时能够有一首为世界祈祷的歌，以净化人心、祥和社会、祈求天下无灾难的主题来创作，让慈济功德会的会员可以心口唱诵。当时庄老师感受到全世界的慈济人即使分布在不同的国度，却能在同一时间相约为全人类祈祷，让他写下这首不分种族、无国界的歌曲。负责编曲的王建勋师兄也秉持着将佛法的深度及内涵，以平时的语言、感情和创新的音乐来传达出人间佛法，对自我的觉醒、生活的启示以及对生命的关怀。他除了将曲风编得美妙、好听、易唱之外，还让大家将心中的愿力借由歌声传达出来，并如同将心中的感动化为最大的力量，集合成倍数的声音，一起来祈求这个世界无灾无难。这也代表着慈济人的大愿，为全世界默默的祈求，迎向幸福门。阳春